哎呀，我要去乱捣乱给他们了！哟，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啊，居然连女人都上门找乐子，可惜呀，我们宜春院只伺候男人，请回吧，别在这里跟我找晦气了。哎，我说你，七舅，佳如，你快出来！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快跟我回家吧，佳如！别叫了，你丈夫不在这里，快回去吧。哎呀，我还打算做生意呢，别让你家断掌的晦气断了我的财路。你嘴不放干净点。七舅，我知道我丈夫就在这儿，麻烦你让我丈夫跟我一起回家吧。丈夫？哼，来我们宜春院玩的都是别人的丈夫，你要找哪一个呀？小慧，佳如在那儿。佳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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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跟我回家吧！佳如，别跑！你妻子快生了，快回家呀！佳如，该不是要生了吧？怎么样啊？回家，孩子不能生在这种地方，快！走，我们回去。这断掌的在我这里生。请允许我用我
我自己的生命，带走陈家女儿因断掌所承受的一切苦难。让顺义就此一切平顺，一生幸福。可要来了啊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快预备，我来帮助主宰这些车。七舅，集市已经到了，花轿就该来了吧？啊，是啊，是差不多了。哎，不知道顺英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小凤啊，去看小姐好了没有？嗯、啊。少爷，谁让你躲在这儿鬼鬼祟祟的？我有什么鬼鬼祟祟的？切，本少爷只不过是过来看看你跟顺英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的。你想帮忙啊？哟，这天就要下红雨了，福才少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？哎呀，除了吃喝嫖赌，还能做什么正经事？我告诉你，马延之，你不许门缝里看人啊！哎，我就喜欢在门缝里看人，怎么？哎，我说你这马胭脂，我就是把你看扁了，怎么样？胭脂，你就别再逗福才哥了。顺英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没有。福才，我们家顺英的事啊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如果你真的想帮忙的话，就到外面去啊，外面可忙得很呢。胭脂。王总，好，预告，我李福才保证让你们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哼，白忙活一场，哼，好。今天是你出阁的好日子，不要胡思乱想了哦，胭脂。我真的搞不懂，为什么一条简单的掌纹会闹出那么多的禁忌？那些人啊，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不说长道短的，就好像没法过日子了。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，叫无聊。胭脂，你对我真好，随时都在为我打气。我想，就算是亲姐妹，也不过如此吧。你对我啊胜过亲姐妹，不然我一个总管的女儿怎么可能在你面前没上没下的？有你这样的姐妹是我的福气。当年要不是你爹不忌讳我们陈家断掌的流言，肯留下来帮助慧姨，我想
大概陈家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你怎么又说到这个了？我爹啊，他是心甘情愿留下来帮慧姨的，他呀才不会觉得委屈呢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慧姨，慧姨，你看好看吗？真漂亮。好，多一份嫁妆，就多一份颜面。这些你都带回去，我要看着你风风光光的嫁进赖家。谢谢慧姨。顺义，我没有告诉南方家关于咱们断掌的事，我担心赖家会……赖家要是有人欺负我们顺英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慧姨，你就放心吧，家从他受过西方教育，思想进步，我想他是不会相信那些断掌流言的。倒是您，我出嫁以后，您一个人在家里，我还真的放心不下呢。傻丫头，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我身边有福才、胭脂，还有我爹。你这丫头又胡说什么？总之，我身边有不少人照顾呢。你就安心的做个新嫁娘吧。吉时已经到了，我去看看花轿来了没有啊。哎，顺英，吉时快到了，快把凤冠带上吧。啊，怎么还不来呀？石明兄，要不要小六去看看花轿到了没有啊？先别急，我已经派人到街口去等了啊。亲家来了，亲家来了，来，快把盖头盖上。胭脂，为什么没有鞭炮声？对啊，好像也没有听到喜悦声啊。不对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只有新郎官才可以掀盖头的。什么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再说一次，退婚，我要退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从现在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了。昏迷不醒？那昏迷不醒醒过来再结不就是了吗？为什么要退婚呢？你知道我儿子为什么会昏迷不醒吗？这都是你们害的。哎，家从生病怎么能怪他们呢？怎么不怪他们？他们欺负我们从外地来，居然事先没有告诉我们陈顺英是个命中带。
坚持退婚，否则有你这样的媳妇过门。妹妹，对不起，顺英的婚事。慧姨，您别说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当初来家来清心的时候，我就该说清楚，今天就不会有这种尴尬的场面了。慧姨，今天的事不关您的事，你千万别太自责了。
就是希望能用他的生命带走陈家所有的厄运，结果他牺牲了他自己，他也没为我们换回什么，一条命都不能换回什么，那么一双手掌又能换回什么呢？这就是你们一直延续下来的痛苦。你们一开始就不正，您跟我娘一开始就屈服于这样的迷信。既然你们都屈服了，老天爷又怎么能帮你们安排一条新的路呢？我不服，我偏就不服。我娘她死得太冤，太不值了，只可惜我没有办法去阻止她。如果她还活着，她一定会看到我的命运会不一样，我的命运会不一样的。顺义，你跟我们陈家的女儿完全不一样，这棵树就像是一娘，我总觉得她就在这里。今天你说的话，她一定全都听见了。水粉、哦、这个牌子啊很好用的。哎，这卖多少钱、啊、这个想了好不好？卖杂货了，胭脂水粉小镜子，绣花线缝衣针，是卖杂货的吗？嗯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，顺英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买条白色的丝巾。那你等等我，我去拿把伞。你拿好，拿。谢谢。谢谢谢谢，欢迎再来啊！慢走啊，再见。卖杂货，卖杂货啊！胭脂水粉，绣花针线。哎，大婶，你要买东西啊？过来看啊，随便看，全都是新货。你需要什么？我想要块布。好啊，给孩子做件上学穿的衣服。哦，上学用的。好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这块布啊，耐用又好洗，又不怕脏，小孩穿最好了。
你要多少？我只有这些铜板，看能买多少。全家宝，要我做一些为难人家的事，我心里不好受。请问有绣花用的白色丝巾吗？哦，有有有有，我拿给你看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，你刚说想要什么？我说我要绣花用的白色丝巾。哦，好好好，白色丝巾，没有呢，放哪儿了？怎么不见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真的吗？要不然胭脂你回去给他拿点药吧。哎，小姐，这不用麻烦你了，我随便擦点药就会没事的。对了，小姐，你要的那个白色丝巾啊，我明明是有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找不到了，真是。顺英，下雨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啊，老板啊，那我们下次再来买好了。好啊，我下次一定帮你准备好，一定会的。好啊，谢谢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小姐，要买东西吗？对不起啊。小姐，回去吧，会着凉的。看样子，今天碰不到他了。回去吧，小姐。啊。丽红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姨娘等你老半天了。再来呀，吴少爷。姨娘，丽红小姐回来了。哎呦，丽红啊，你可回来了，王老板都等你大半天了，你看你。哎，丽红，快进去，快，走开。丽红人呢？哎呦，王老板，哎，来了，还不下去？啊，是。王老板，丽红只是为了您梳妆打扮一会儿，您就着急了？怎么不急啊？我都等了你三个小时了，你要是再不来，我把你们宜春院的房顶都给掀了。啊，
掀房顶啊，王老板，掀了房顶，那丽红就没地方住了。哼，住我们家呀，我们家有的是房子，只要你肯跟了我，你要几间我给你几间，跟不跟我啊？王老板，我们呀，还是先把酒喝了再说吧。嗯，来。怎么了？满袋铜钱响叮当，胭脂水粉小镜子。哎，李红，你上哪儿去？我王老板，我去买盒胭脂，马上就回来。哼，什么意思啊？说了没两句话又要走？珍珠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啊，李红，你好好陪王老板，我让那杂货郎到柴房等你啊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哎呀，王老板，您开开心心喝酒，今天让我们丽红好好伺候伺候您。这就对了嘛，丽红啊，弹个小曲儿，解解闷儿。哎，我们小姐要买胭脂，她先阵亡，让你进去等她。啊，丽红的胭脂用完了，那我跟你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吴秋啊，你在这先等着，小姐一会儿就来。好。姨娘，你先下去吧。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要来我们怡春院外面叫卖的嘛。啊，甄姨娘，没有，我看我很久没来了。但是我又怕你们的姑娘会缺什么，什么胭脂、水粉啊？来我们怡春院的，个个都是来花钱的，只有你是让我们花钱的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刚刚淋雨着凉了。杯吧，这酒多纯啊！哎，甄姨娘，你看，你擦了这个，马上年轻了十几岁啊！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吴秋啊，吴秋，你来了，送的什么新鲜玩意儿？来了，我拿给你们看啊！哎，不行，你们都出来了，那客人谁招呼啊？哟，姨娘，你自己不是也跑到这里来了吗？我是在替你们试试哪种胭脂好看。是姨娘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缺什么少什么，赶快买。买完了，马上回去招呼客人。知道了，知道呀。我还有好多新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快拿出来看看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可是新款式的，最新的。哎，吴秋啊，还有什么啊？快拿出来。哦，这个，还有这个烟。我先看啊。不舒服，我改天过来陪你啊。喂，吴秋，吴秋，要死别死在我这儿啊！吴秋，哎，吴秋你怎么了？丽红，你怎么来了？那王老板不用招呼了吗？姨娘，不得了了，王老板大发脾气，砸了不少东西。别吓我，丽红，丽红，快走，走啊！姨娘，吴秋烧得很厉害，他浑身发烫啊。吴秋，姨娘，赶紧想想办法。醒醒啊！我看王老板竟然把屋顶给掀了。丽红，这笔账我以后再跟你算。吴秋，他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跟我走！他怎么样了？青城，你快去找个大夫，吴秋烧得很厉害，快去呀！好，你快点。
我们去找他问个清楚。姐姐，我们走。啊，您说什么？我听不明白。不要叫我伯母。退婚以后，我们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对，我们赖家不要跟你们陈家有任何关系。以后不准你再想着家从。就算是退了婚，我也可以关心家从，也可以请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呀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家从一直昏迷不醒，果真就因为这个女人，这个断掌女，太可怕了。你啊，不祥的女人，你的心怎么这么坏？啊，过来，你给我过来。你给我跪下！你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誓，发誓不要再想家从，千万不再想。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家从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们为什么那么无知？你，各位乡亲，请帮我们评评理。这个女人为了嫁入我们赖家，居然隐瞒她断掌克夫的事，结果才定亲就害得我们家从卧床不起。我姐姐只不过是以一个可怜母亲的心态，求她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。放过我们赖家，他居然都不肯呢！你们说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呀？就是啊，这女人还真正心冷，这赖家可真倒霉呀！怎么会让这断肠女给缠上了？就是啊，如果没有断掌，还隐瞒人家，想嫁人也不能这么过分呢。对，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，发誓。过来，今天晚上就对观音菩萨发誓，说你发誓啊！丫头，你跪下！跪下！哎，我说你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婚都退了，干嘛还来欺负顺英啊？谁救谁呀？啊，要不是他心里还想着家从，克着家从，我们家从会醒不过来吗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你们如果有时间，干嘛来这儿胡闹啊？啊，为什么不带你儿子去看名医啊？你谁说我没去看名医啊？是他的断掌太厉害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不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的话，家从就算看遍天下名医都没有用的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别在这儿发疯，啊！既然你们说看医生没用，那赖家从干嘛当医生啊？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在这里指手画脚的？切，你管我是谁？我说出来吓死你！你打听哪人去？我是陈家的大少爷李福才。你姓李？陈家少爷？你管我姓什么啊？赶紧走啊！春英，我们走，别理他，走。哎，等等，陈总，你给我在菩萨面前发誓！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啊？如果我在菩萨面前发誓，你们是不是就可以给赖家从找一个好医生医治？对，好，为了家从，我愿意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誓。